来的小鹿皮粉。幸好没被鹿看见。我一定要练习奔跑，要和鹿跑得一样快。看起来遇到麻烦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马，对，马，小时候见过爹给马接生。怎么会是你啊？刚才我差一点就射到你了。猎人大叔，不要啊！
孩子，伤着没有？你这傻孩子，劈块鹿皮做什么呀？大叔，我没事儿，我本来是来取鹿乳的。取鹿乳？哦，对，你看我都吓糊涂了。你这法子倒还真聪明，果然煞费苦心呢。大叔活这么大，也没见过像你这样尽孝的孩子。大叔对不起你啊。大叔，是我不对，是我害了您，受惊了。你知不知道这样有多危险呢？是。就为了只鹿，你犯得着吗？大叔，我想鹿也有家，也有孩子，和我们人一样的。这……您看，刚刚出生了一只鹿宝宝，他们多像一家人呢。大叔，咱们别再伤害动物了，好吗？这……大叔。身体更要善待大自然，它如同我们共同的父母，珍爱天地间的万物生灵，也不失为对自然母亲的尽孝。谭子至诚的孝心不仅感动了鹿，更感动了猎人。嘿，各位慈悲的菩萨，生命电视台也成立了一个台湾救狗协会，目的是要救那些即将被杀、被遗弃的、即将被安乐死的这些可怜的乃至生病的流浪狗。目前在北中南几个护生园区里面，总共已经超过3000多条，每一个月的开销超过130万台币。要非常感恩很多菩萨不断的关心，但是各位，这是永恒无尽的慈悲的工作，所以各位一定要不断的护持，不断的关心，让这些狗狗能够有一个安全的家，幸福的生活，将来安享天年，得胜净土。感恩各位，一定要护持台湾救狗协会，救这些流浪狗。阿弥陀佛。让不舍悲怜化为积极救护，邀请您加入台湾救狗协会，给流浪狗一个安心的家园，护持流浪狗饮食医疗。账号5001-6766，5001-6766，户名台湾救狗协会。
生命点是高雄慈悲道场举办礼拜慈悲三昧水忏、点灯、供水、药供及慈悲施食法会，恭请湛勇法师领众。日期1月10号星期三上午9点半，地点恒春朝音寺，地址屏东县恒春镇水泉里下泉路72号，联络电话0755699111。0755699111，法会备有免费消灾超荐牌位，供大众填写。生命点是屏东菩提道场举办礼拜慈悲地藏宝忏、点灯、药供及护身法会，恭请湛石法师领众。日期1月21号星期日上午9点，地点屏东菩提道场，地址屏东市棒球路59巷18号，联络电话0875160018，0875160018，上午8点半于屏东候车站南二门备有接驳车。护持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。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